咱院吃肉的，咱孩子愿意吃素的，中意弄个两样菜，两样馅儿。嗯，没人吃，愿意吃啥吃啥。啊。反正是下雨了，也不能这，也不能干活儿。连续下几天雨。嗯。啥也不能，啥也不能挣。嗯。管着自我吃。老姨俩，你想吃素嘞？哦。给你也素嘞啊。嗯。你这素的我这看着馅儿可香了都。嗯。我这几个上午多吃点啊。哦。那吃几碗？嗯，两碗。哦，那吃两碗。这次回来，这次回来下雨嘞，干巴别回来，早吃。啊，这回回来都下。嗯。下了几天了，到时候一会儿吧，叫打电话问问看看，给俺姑打电话看现在有事没？嗯，这两天你也没在现在，不知道现在啥样，给俺姑打电话。俺下大老婆家出去上班了。嗯。他那不是打电话？啊，他那还在外县上班呢。哦。上医院的。对，上娱乐报去了。嗯，娱乐上面跟俺不一样，俺那清闲。嗯，待个一天两天也没事。嗯，这样要给你了。可以了，也买。嗯，你跟他去。也没来天天给俺弄，所以不忘记。我猜的。嗯，大一会儿就出事了，就是出事了。嗯。等末日了，这下了奶奶还挺拆气啊。不知道下没不叫俺走，不下了俺走。嗯。叫去送你。啊。终于等俺谈事儿，你在家里下雨了，给俺们妈、恁爸、恁孩子不叫出门儿。嗯。在家里。这不热天，一会儿看没事，一会儿都干下，那可累，而且下挺大，冲了可得拿下山。嗯。你下半月了。下半月了。可累。不这都热天了，关键我下时间不短。那可累。这春日下来是咱啥了？什么火腿啊？是。咱这儿下的早。下半夜了。在这儿下是，不是媳妇给我打电话，我说现在没有下，光搁这个两截。嗯，等不下了，去地里看看。嗯，去你好淘嘞。估计庄稼都得那啥了。哦。要早了，早了就长上来了。嗯，庄稼也干的受损失。嗯。有的那地里干大活了，庄稼干给刮倒。对，肯定得刮倒。你想吧，下着大雨，你那树都断了。树都倒了，嗯，庄稼肯定得，嗯，在这差点人，晒差点人，你外头的，你把车都冲了都来了，嗯，俺也都冲了都来了，你看着我人头啊，哎，你说多着急，嗯，听你没见手机，没见那楼都冲了都来了，嗯，你在哭的，俺那车都冲了都来了。不是在手机上看我养的，我那鱼儿在那冲了一阵嘞，一阵嘞喊起嘞，咱看都着急。你看把这个黑子冲了都来着。看见那个样，俺自己着急的，没法管上去，管上去帮忙嘞。嗯，一看那个心眼儿都着急嘞。嗯。你看看。你吃过了没王姐？我都是。